诈骗远景在现场，正港不敢大意，因为几分钟前建发生工人打架事件，远景人在现场驻守，一方有心人士滋事，但怎么会选在台风夜闹事？原事发在三十号凌晨3点多，新北市汐止一名林姓男子该妹妹激欠债主10000多元债务，对方多次协调要该妹妹还钱，林姓男子便出面要帮忙处理，双方在网络上约好谈判，林姓男子便带着两名友人到场助阵，等双方话都还没说几句，林姓男子友人就持棍棒殴打对方，造成对方头部撕裂伤，警方获报后赶到现场处理。有哪几个人？金家要个几个片？然后警察要个十五片？他找不到贵啊。 贵也有十几二十个也有。警方当场将五人通通带回侦讯，初步厘清是为了债务纠纷。事后虽然双方都不提告，但警方仍依涉违法进一步侦办。